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自卫人医守护爱》，我是梁中昭医师。有一句话说：“尿尿小事，学问大。”不要看尿尿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但是严重起来呢，可能会产生很严重的并发症，尤其是脊髓损伤的患者。有一位医生呢，照顾脊髓损伤患者已经25年，那就是我们花莲慈济医学中心泌尿科主任郭汉崇医师来到我们现场。郭医师你好。主持人好，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郭汉崇，花莲慈济医院泌尿科主任，也是医学院的教授。花莲慈院成立初期，毅然投入医疗拓荒的行列，建立排尿障碍治疗中心，是国内唯一具备各种设备及人员训练的中心。临床尿路动力学经验25年，亲自操作超过3万例，发表超过300篇研究论文，是泌尿科的权威。在节目进行之前，首先为您介绍坚强的科研团队。首先是我们的陈培荣副院长。泌尿科的陈景亮医师、柯千生医师、郭家正医师、陈胜富医师以及张家峰医师。观众朋友有关任何泌尿科的问题，欢迎call in03-8561-337。郭主任好，今天要讲脊髓损伤嘛，我们台湾大概每年有多少脊髓损伤，跟我们的经济是不是有一点关联？对，现在台湾估计大概有30000位脊髓损伤，那每年大概有1000位的增加当中。我想脊髓损伤从20几年来哈，我们台湾整个经济起飞啊，建筑高楼大厦，然后这些公安的意外，还有车辆增多、车祸增加，这就会造成脊髓损伤变化的很快速的增加。对，其实疾病也会造成的。没错，当然你对那个脊髓损伤的义诊哈，每年定期帮他义诊已经非常多年了。我们来看这一段。VCR 哎，小心这是2013年3月花莲慈院泌尿科主任郭汉崇举办的脊髓损伤义诊。病友们见到郭医师就像见到老朋友一样，因为20几年来都是这样照顾过来的。因为不健康，所以就会担心出门啊，要哪里有没有厕所啊，上厕所方便不方便啊，都不敢出去啊。光是出门就是件大工程，让许多病友不愿意上医院做健检，往往忽略身体发出的警讯。一年要检查1-2次哦。好，谢谢郭医师。尤其对脊髓损伤病友来说，泌尿系统最常出问题，严重的话可能导致终身洗肾。一旦管子只要它放在我们身体里面，1个月大概都有细菌。郭医师亲自讲解卫教，教病友们从日常生活为自己健康把关。而这里是杨梅脊髓损伤潜能发展中心的义诊。去年第一次来中心，然后刚好遇到郭医师义诊，然后才渐渐的比较了解到泌尿系统的重要性。台湾每年大约增加1000例脊髓损伤患者，郭医师的义诊脚步遍及全台湾。再忙也要抽空去关心他们。谢谢。我也是，其实很多感谢状啊，或者是一些纪念品啊，手工肥皂都很多，感恩您啊。但是我看到这一个蛮可爱的，特别的哈，这一个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个大象在坐轮椅哈？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这个？其实这是一个我们这个漫画家吉米，这个画家吉米的作品。他当初就是脊髓损伤啊潜能发展中心要成立的时候呢，因为缺乏经费，所以那时候社会各界包括很多企业家啊社会人士就慷慨捐书，那吉米也就做了一些轮椅的造型，所以像大象坐轮椅，也希望说他们能够像大象一样壮，但是呢坐轮椅一样可以飞奔。是非常特别的那个礼物哈。那还有就是我们在，我知道你是泌尿科嘛哈，那个脊髓损伤的患者哈，在泌尿系统方面会产生哪一些的疾病？对，这个很重要，就是说脊髓损伤的病人，在他
他的骨骼肌肉系统稳定了复健之后呢，其实他身体上还有一个系统会持续的变化，就是泌尿系统。也因为脊椎损伤受伤的地方可能在颈椎、胸椎，这些造成对我们排尿的一个啊控制上的一个影响，所以这膀胱会逐渐的萎缩，而且可能会产生高压性的排尿。那这个高压性的排尿，一者会造成膀尿路感染，二者可能会造成逆流、肾水肿，乃至于我们的肾脏衰竭。那影响生活品质方面，就是因为他们会排尿困难，哦，或者是说经常会有尿失禁，这些东西不只是影响到他们的身体健康，也严重影响到他们生活品质，使得他们没办法走出社会啊，继续他们对于社会的贡献。对，现在是夏天嘛，哈，有些流汗流很多，又没有补充水分，那连一般人哈，有时候憋尿，其实都也会产生一些症状。那我们那个脊椎损伤患者或一般人哈，产生哪些症状的时候，就要特别警觉，不要等到说变成严重的并发症。对，我想第一个，我们如果脊椎损伤病人发现自己有明显的发烧或是腰痛，或者说你发现自己的尿液变浑浊有味道，甚至出现血尿的时候，这些一定会表示说我们的泌尿系统出了问题，感染结石啊，或者是肾水肿，这些都需要即刻的治疗，要不然就很容易影响到自己的肾脏功能，乃至于生命的健康。对，那有一个很重要的哈，定期检查了哈。没错，我看你就是每年哈固定时间都去，那为什么说定期的检查是也是为什么要这样定期检查？对，因为其实脊椎损伤的病友，他们的泌尿系统变化症不是说你稳定了就好了，他可能五年、十年甚至二十年，他都可能会有慢慢的变化，所以我们如果定期检查可以早期发现尿路感染、肾脏水肿或是有肾结石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赶快处理，这样子的话就不会让它变成大的问题。对，像我们知道脊髓哈下去就控制我们的膀胱嘛，能不能收缩，能不能放开嘛。我知道好像只有超音波我不够，我知道你也是尿路动力学的专家，因为放开收缩，其实好像嘴巴讲很简单，其实要去测，你好像对这个也因为这样，你的尿路动力学是不是也因为这样的发展出来？对，我想其实在我的尿路动力学方面的一个精进呢，其实我要非常感恩我们脊椎损伤的病友们，因为帮他们检查照顾他们，让我了解了很多泌尿系统的生理学跟病理学的变化。比如说他们脊椎损伤受伤之后，他膀胱会产生收缩，可是他的括约肌他却没有办法放松，这种供气失调的情形就会让他膀胱压力上升，然后产生一些病变。那基于这样子的原理呢，我们就可以发现说，哦，原来如果我们打肉毒杆菌素打在他的括约肌上，让他放松了，也许就可以改善他的膀胱内压，减少他肾脏的压力。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从他们身上学来的，学到很多哈。非常多，非常多。很多的时间你跟他互动以后，其实呢也变成了朋友了。没错，没错。我们来看这一段 VCR。看错，坐着轮椅也可以扫地。我们来到林桂子阿姨位于台中的家，地板超干净。先生杨义忠休假时还帮忙拖地。有什么奖励没有？有感恩，感恩啊！你有拖一下啊？那个不要。打扫工具都挂在墙壁上，方便他们拿取。这些小细节全是靠自己经验摸索出来的。杨先生笑说，自己受伤四十年，是资深脊髓损伤者。十几年前没有无障碍的观念，买了房子却进不了家门。于是他与林阿姨一点一滴重新设计他们的房子。路要畅通。你从进门一直到浴室、厕所，全部要做平的，那个就要花很大的功夫。比如说你的家具要高一层，不能摆在地上啊。还有你的所有的我们的水电，你的开关尽量要用遥控，厨房的厨具啦什么那个都尽量能够适合我们轮椅的这个，所以这种是第二层的改装。我要搬落呢，幽冥层嘛爬不起来，就是爬起来。啊，买啊，迄阿妈，迄厝边啊，讲奇怪，啊，这个可咱无看开电火安尼啦，啊，门搁开，
连浴室的地板都打平，水不会流出来吗？原来只要稍微把瓷砖填高一点，水往低处流，没问题啦。林贵子受伤30多年，当时在花莲太鲁阁发生车祸，摔到70公尺深的山谷，他是唯一生还者，但是胸椎第12节、腰椎第1节损伤，从此下半身失去知觉，在床上躺了1年多。林阿姨挥别过去穿洋装撑阳伞的人生，担任花莲脊髓损伤协会负责人，鼓励更多伤友走出家门。然而长期坐着，下半身没有知觉，泌尿系统持续变化着，尿路感染、膀胱发炎，甚至引发褥疮，反复住院。你看，就是一直会渗尿，啊，渗尿就无，就无方便啊。你穿，搁穿纸尿裤，搁夏天就会很热，穿纸尿裤搁用尿袋，安尼啦。后来说褥疮破皮啦。因为义诊认识花莲慈院郭汉从医师。基于对郭医师的信任，林阿姨鼓起勇气进行膀胱重建手术，截取一段小肠重新制作一个膀胱，术后可以自行导尿，改善了漏尿的问题，不必再经常包尿布。林阿姨从台中到花莲慈院回诊，不但可以单独行动，即使长途旅程也不怕，总是把自己打理得干干净净，连尿袋都很有气质。看到行动不便的人，林阿姨一定会主动关心招呼。她了解那不轻易开口寻求协助的心情。见到郭汉崇医师，就像老朋友一般亲切，感激之情溢于言表。我十几年退休的啦，退休，哎呀，来退休啊，无啦，无啦，莫遐紧啦，对无？70岁才退休啦，70岁哦，嘿啦，我唔得袂惊，做个屁都唔得。每天做运动，努力带动身体循环，但长期用手代替脚，难免不舒服。目前林阿姨每天到附近医院做复健，复健师对林阿姨的独立坚强相当佩服。可以这样子那么不依赖别人，然后又能那么乐观的，这是我第一次碰到这样脊髓损伤的患者。夫妻俩是超过35年的脊髓损伤者，轮椅没有阻碍他们的行动力，透过生命的淬炼，锻炼出无障碍的坚强。哎，郭主任哈，当初林阿姨哈见到你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况？为什么又要做那个膀胱的重建？对，其实她那时候哈，膀胱已经萎缩了，而且他尿道也非常的松，所以虽然放着尿管，他还是会漏尿。那再加上你这个尿道本身没有闭锁功能，细菌容易跑上去。那他要特别坚强，就是说他当了协会的理事长吧，他就天天忙着这个会务，好，他宁可就是到处跑，也没有喝水，没有吃药，等到发炎，每次到了发炎感染发烧就来住院，然后就说他不行了，他一定要来住院。我那时候跟他说，你这个还是要早点做，因为两边肾脏都肿起来，所以又考虑到说他会漏尿，尿道不能用，所以我才跟他做一个人工的膀胱，完全跟膀胱脱离，所以他必须从下腹来导尿。但是他这样子呢，因而下半身得到干爽，所以不需要穿纸尿裤。说实在的，也可以有一些人正常的生活，非常好。哇，他刚才还自己示范哈，对，其实是非常正面。我知道以前他都会到病房哈去鼓励一些患者了哈，难怪我最近都没有看到他，原来他跑到台中去了，所以很久很久。我让林阿姨以前也做的，在当理事帮助的时候，对，很多的贡献，比较感动。听说你还跟那一起去街头啊，义卖义诊，可不可以说到这一段？当初我们台湾还没有脊髓损，各个没有脊髓损伤协会的时候，那他们就想说，怎么样帮助一些这些刚受伤的人，或是受伤躲在家里走不出社会的人，所以他们就想说，在桃园
借一块地盖一个叫做庇护中心，可是没有经费，所以呢，那在应该是十八九年前吧，那时候我们就发起一个全台湾各个县市同一天的礼拜六的下午，同时义卖原址比，把义卖所得集资来盖那个铁皮屋的房子，啊，所以那时候就有了在这个庇护中心的成立。从此以后，大概我每年都会去个两三次，去帮他们新进的学员们身体检查。嗯，其实也因此这样救了很多脊髓损伤的病人，免于他们产生啊最后肾衰竭的命运，甚至要洗肾嘛。对，因为加个洗肾就更不方便。没错，所以他们现在的那个庇护中心啊，正式的也成立了嘛，哈。对，现在叫潜能发展中，因为不再是庇护，他们必须要把他们潜能发展出来。嗯，那我知道哈，就是刚才看到哈，这脊髓损伤患者哈，我知道你以前有收集他们各种的结石啊，很多很大颗的，或者为什么他们特别容易结石？我想他们第一个，他们坐着嘛，身体没有在动，所以他们身体上骨头里面的钙质会流失出来，所以再加上他们因为漏尿的关系，所以他们也不太喝水，不太喝水的话，尿就更浓缩，再加上细菌感染，又使得小石头更容易变成大石头，所以不只是膀胱会结石，他们肾脏也经常长出鹿角状的结石，那对他们来讲又加重对肾脏的一个威胁。嗯，我在照顾这脊髓损伤啊，需要一个团队了哈。没错，我知道就是郭主任率领的哈，就是泌尿科的团队获得的就是2012哈国家品质标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这一段？其实我们那时候只是想说，把这样子一个我们所对脊髓损伤病患很积极的治疗这种精神跟态度，让台湾各个医院都知道，其实我们对脊髓损伤的病人不应该用消极的态度，每个病人就插一个尿管这样过一生。其实很多脊髓损伤病友还可以经过我们的各种的治疗手术，让他们重新摆脱导尿管，摆脱尿道，不要尿失禁，甚至呢可以重新得到膀胱的一个感觉，这样子对他们来讲是不自主的个性能够感染周遭的人。车厂孙老板不止帮他维修汽车，我快买，连配齐车顶上的电动轮椅放置器都用心研究。17年来保养得宜，不需要汰换。若有临时状况，电话随扣随到呢。那要是说有一个懂的人，他愿意的话，那我们就可以解决很多的困难。他有时候就是说，将心比心嘛，哈，你就感觉你是他，那你就会很乐意去帮忙他。高职毕业那一年，19岁的薛佩琪在火车站发生了意外，下半身瘫痪。深爱他的家人尽心尽力照顾他，他待在家里17年。小弟还会开玩笑，二姐你食量好少哦，还吃半碗饭。我们养得起你，你不用害怕。因为体会人生无常，佩奇自知必须走出避风港。他报名参加脊髓损伤协会第一届的电脑职训班，当时的老师就是杨义中。杨大哥回忆，第一件事就是培养佩奇的安全感。我讲你行李没关系，先不要打开，你先下来看看。看看你认为可以，然后你先住了这边，住3天，如果你认为还不行，再回去。所以他妈妈也跟着在这边住，住完3天以后，他妈妈就回去了。可是我好像鸟儿的双翼一下子被折翅了，这种冲击实在太大了。我有学习自觉，我不可能永远在避风港里面。郭医师义诊时发现佩奇的肾水肿、膀胱纤维化，于是为他做了膀胱重建手术，保住了他的肾脏。郭医师还邀请他担任研究助理。
38岁的佩奇拥有了第一份正式工作，从高雄来到花莲，离开挚爱的家人，展开新生活。更重要的是，让妈妈放心。今天是上班的第二天，此本是老板给的，我把它拿来当日记，最佳的日记式本子，有咖啡香、轻音乐，最好的工作环境、同事，感谢感恩，加油！两年后，佩奇回高雄陪妈妈走完最后旅程，同时顺利进入饭店担任总经，用行动证明她有能力照顾自己。生活的难关从来没有停止发生过，但是佩奇总是转念让自己达观面对。她说，生命中永远会有像郭医师一样的贵人，而且她还有双手能够滚动人生。郭医师，你当初像我们身心障碍的，我们都尽量不要录取嘛，怕等一下他体力不好啊。当初你怎么有这个勇气啊录取他？那你不会担心他体力不行啊，或常常生病吗？其实那时候我就很想要想说怎么去帮助脊髓损伤全台湾的脊髓损伤病人，所以他来到我身边之后，我帮他照顾好之后，我就想说，如果我用他来当我的助理，让他去联络全台湾的脊髓损伤的协会，那我们要办一个全国性的义诊，那就容易得多。果不其然，佩奇因为他亲身的经验，他就去跟各个协会联络，然后我们就展开了台湾大概绕了两圈，大概2年的时间的义诊，我们北到基隆，南到屏东，只差澎湖跟金门没有去哈、我们跑了20几个、30个站。那我想那一段时间里面，让我生活也变得很充实，因为我们真的是救了很多这种脊髓损伤病人，也改变了他们对于泌尿系统的排的这个照护上的观念。那借由这些人，我们就可以让他拓展成为种子，影响他们身边这些脊髓损伤的朋友。我想这就是我们希望对于脊髓损伤病患的一个教育的一个开始。其实我们教育他哈，其实他们现身说法哈，有时候比我们医护人员讲一两句哈更有效。他们讲的好像，因为他们自己本身能够感同身受，虽然我们能够治疗的病，可是有些心理他们来体会可能比较能够了解了。没错。那我们当然知道，身体好了，我们就要去走出社会了哈。他说：“你真的了解他，你看你也帮助他走出社会哦。我们那社会就是我们可以来帮助他，怎么样来走入社会？我想我们社会他们要的不是一个钱呐、他们要的是一个机会，他们要的是社会真正的了解。说他们虽然是下半身残废，甚至是四肢全瘫，他们还有头脑、他们还有想法，他们还可以做更多的贡献。其实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很多脊髓损伤的病友在各个层面运动、舞蹈。”甚至在一些在这个在公共事务上面，他们也都介入。我想这就表示说，只要社会不要离弃他们，他们很容易，他们也愿意融入我们这个社会。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说，未来我们可以教育我们的医师，在全台湾年轻的医师能够好好的照顾他们。而且我知道，现在很多无障碍空间也是他们去推广的哈。你看到佩奇这么认真努力，也不负你的期望了。对，非常感动。你对于这些的付出有没有什么感觉，跟我们分享？我想我很感谢他们这么努力的对待他们自己，也希望每一个脊髓损伤的病友呢，不要放弃自己，因为你自己医师不会放弃你，除非你自己放弃。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定期身体健康检查，有问题我们就解决，让自己过得健康。过得有意义。其实我们真的医师嘛，是以病为师的，他们也是我们的老师，其实我们也获得很多，没错，反正我们郭安从